彩虹无人机明星产品齐聚珠海，品牌活动一彩纷呈。彩虹是国际知名的无人机品牌，作为中国制造的明星产品，技术指标已达世界先进水平，是我国型谱最齐全、批量出口最早和出口量最大的无人机系列。彩虹军用无人机以察打一体为特色，出口至10余个国家和地区，与欧美国家产品同台竞技。彩虹以其优异性能获得国外用户的广泛高度赞扬。近年来，彩虹无人机积极投身于我国军事领域及新技术装备发展，大力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战略，在无人机装备、公共安全、航空误判、森林防火、海洋海事、遥感通信等领域服务军队建设及国民经济发展。2018年11月6日至11日，第12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2018珠海航展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。珠海航展集贸易性、专业性、观赏性为一体，代表当今国际航空航天的先进科技主流，展示当今世界航空航天业发展水平，以跻身于世界五大航展之列。今年，彩虹无人机家族的众多明星产品将齐聚珠海舱展，全球闻名的彩虹临近空间太阳能无人机，万众期待的彩虹负 X 新概念战机将在现场与观众零距离互动。届时，彩虹无人机还将举办彩虹新闻发布会、无人机热点访谈、投资者专题沙龙、彩虹网络直播间、幸运观众互动等活动。幸运观众可获得彩虹纪念品、手机、Q 办公仔、移动 U 盘等若干好礼，更多神秘好礼将于现场揭晓。红粉儿们，还等什么？登录云上王者中国彩虹微信 H5 报名吧，选出你心中的最美彩虹，共同见证彩虹的成长与幸运，成为彩虹幸运观众，期待你的参与。